在敲打我窗，昂首前进，带着满满的自信，这是蔡琴在云门舞集时的模样。受林怀民之邀，蔡琴十二月将在云门绿剧场开唱，小规模一场只有500人，演出3场，是超级限定版，连选歌都有惊喜。为观众唱一首云门场才听得到的，蔡琴从来都没有在台上唱的，我自己原唱的歌曲。只有一个小舞台，乐手一套衣服穿到底，跟蔡琴过往开唱就是万人的演唱会很不一样。距离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他可以看到你，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呼吸。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蔡琴的歌是怎么回事的。录过50几张唱片的蔡琴说，林怀民用一句我要让你的声音浮起来打动了他。演唱会光是选曲就花了2个月，相当用心。而从16岁开始，蔡琴就是云门的粉丝，这次把自己交给林怀民，两大强者联手，能擦出什么火花，歌迷都很期待。华视新闻孙明彭冠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